锥体的上视图跟正视图，对不对？对吧？请问你这一条线是等于这一条线，是不是？这两条线是实产？不是吧？不是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不是。老师有讲过，这一条线它实际上这么长，可是你投影过去是变短，对不对？所以是要把它绕到黑板来，它才变实产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这里要做一个黑板，这里要做一个地板，是不是？再把这一条线以这里为圆心，这里为半径画弧画过去，对不对？就是以这里为圆心，这里为半径画弧画过来，对吧？所以这一点已经不是在这里了，它是已经移到这里，这条线已经不见了，它是已经移到这里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对。所以这条线不见了嘛，所以它是移到这里来，对吧？这一点已经移到这里来，所以这里才是实场嘛，对不对？有了实场之后，我是可以以这里为圆心，这里为半，这个实场为半径画弧，是不是？嗯。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？啊，再来，这里是有四个三角形，是有四个三角形。对。是不是？有四个三角形啊，对吧？啊，所以这个是三角形的腰，是不是？嗯。啊，它的宽，它的底是在这里，是不是？底是实产，是。是吗？对吧？所以我们现在就量这里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这连起来，这四个三角形就会出来，是不是？好，对吧？啊，都来，现在咱是不是要做钻石？钻石是不是面顶是切掉的？对不对？切掉的，注意看哦。我们先不要看大的这个菱形，哎，不对，大的这个角锥啦。啊，我们先这样子哦。来，同学，我们先看这个哦。这个在画的时候是一样，这一条线是等于这一条线，是不是？好像这一条线，刚才不是说是这一条线？那、啊、你现在把另一面擦掉啊？你现在在说外面那条线？没有，我们现在不管外面这个，我们要重画一次，知道？我们这个是把它裁掉，裁掉这里是一个角锥，是一样是一个小的角锥，嗯，是不是？我们先不看这个，这里不是一个小的角锥吗？是又重做一次，再拉下来。所以这里是一样做一个黑、地板，嗯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是连起来，会很刚好的这两条线会在一起，知道吗？所以我当初就不用再转这一个了，就直接这里画水平线过去，这里就可以知道我被裁掉的时长，知道意思吗？所以我这个时候再画一个，这里就是被裁掉的。对不对？啊，信不信？你不要顾着录影都不听呢。我在听啊哦。你说录影？我只是不想录到我自己的声音，所以不讲话啊。为什么？你管我。到时候把它放到 YouTube 去啊，要附注图学。不要吵啊。来嘛，阿联好啊，对吧？秃头哥哥。这里是好的，好了之后，你看看钻石是底下还有。是不是？所以那个随便吗？不用一模一样。不用啊，知道吗？所以我设计就是不可能两个人这么有默契，做出来一模一样。你真的很。好、啊，来，所以这你去定义哦，这个高度，你的钻石要做成怎样子，随便你哦。好、啊，来，我定义这样子。请问你哦，好，现在底下。好，我是要把这一条线，刚才我们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这条线是这样子，
对不对？刚才这一条线呢，啊，现在是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是也是把它画过来，是不是？你这么累，我根本不知道在干嘛。啊，所以一样啊，我们把这一条线，我们现在说这一条线好了。嗯。这一条线是等于这一条线，是不是？对吧？所以一样啊，画过来，再对下来，是一样求到实场，欸，对不对？你会画上面，就会画下面。好，现在最主要的关键在哪边？下面，请问你，你会说啊，老师现在简单了，我现在有磁场。好，这两笔，请问你，你做出来展开一笔，可不可以这样子？两个分开？不可以，对不对？不可以啦。所以我现在问你一个小学生的题目哦，知道吗？小学生的题目，恶心鬼，秃头叔叔。现在有 A 跟 B，A 跟 B 哦，啊，我要做一个 R20 的圆弧，通过 AB， 请问你我怎么找出圆心？这个好难哦。请问你我怎么找出圆心？请光头叔叔赶快教学。对啊，分别以 AB 为圆心嘛，20为半径嘛，画弧是找到圆心，就可以画过来。哇哦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可以看哦，我现在就把这里当 AB， 我这里把它当 AB 哦，半径是在这里，半径是在这里，我把它量过来，画画。我现在是找到圆心，是可以过这两点，有没有？这个现在就是把这一个已经跟它接在一起了，所以我一样啊，这里画底，接起来。怎么样？是两个就连在一起了。知道啊？你会说，老师，这里怎么只有一个？这边两个，这边又没有。反正他到时候啊，盖子要画吗？不用，不用。到时候嘿，盖子，因为你们有的多角形，你不大会画，就画到这里就好。啊，你也知道，就很简单啊。你的大头啊，一样啊，八角形一样啊，你要把八角形的上视图画出来啊。所以那个下面那个三角形的不用砍头啊。下面的就不用啊，你钻石怎么下面会砍头？这是只要给你电脑稿还是给你纸本？电脑稿啦。好啦，再拍一样啊，八角形你要把八角形的正视图、上视图画出来。工资啊，你才有办法去求它的时长啊。反正就是要先找到终点。对啊，对不起，五角形一样啊，怎么找圆心？怎么找终点？是中垂线，中垂线，对不对？你是找到这边了，是可以把它连起来，这上视图嘛，啊，正视图一样啊，这一点对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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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高度你自取嘛。是就出来了，一样啊！你要裁掉哪里随便你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国小的问题不用问我吧？所以是步骤就是先把角形画出来，然后再画正视图，然后先画上视，上视再画正视，然后再把上面那个裁掉，再来做下面的啊。上面的裁。对啊，这么简单。那是你啊，图学天王哎。